施主，让我们可以在那个星星里面，我们在今天早上就可以见面了。好，这个诗歌我们一同的来到神的宝座面前，一同的来敬拜他。让我们在今天早上在神的同在里面，一起的献上我们的敬拜。是永永留在
早上，主，我们宣告说，在今天早上的聚会里头，主啊，那恩膏要有如江河一样一波一波的流下来，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。主，我们宣告，在今天早上将是一个全新的一天。主，我们宣告，在今天早上将是我们重新得力的一天。主，我们宣告，在今天早上将是我们恢复的一天。主，我们谢谢赞美你，把荣耀全篇颂赞都归给你。奉耶稣的名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一起来赞美，我们起来感受，前期待最永远的君王，千百千百永远的君王。
Thank you.
你说
是你，耶稣。世界的中心，世界的中心，耶稣。大家相同，因为感谢，因为感谢。
谢谢赞美主，奉耶稣的名，我们一起祷告，一起说阿门。